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谂大家咧都知道咧，坚果类啦，例如好似核桃咁啦，系一啲好有益嘅食物嚟嘅。咁系一种好好嘅蛋白质来源啦，特别对于我哋素食者嚟讲咧，咁啊成日都会食噶啦。咁大家又有冇谂过如果要食呢个核桃，但系我哋又冇旁边呢一种开核桃器，咁我哋可以点做咧？嗱，咁今日咧我就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方法。咁如果用我太太嘅嗰种形容词咧，佢就叫做咧世界宇宙超级无敌容易嘅方法。要用的工具咧，好簡單，就係兩粒核桃同埋一隻手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嗱，咁我大家表演俾大家睇咯。咁首先咧，就係用隻手拎起兩粒核桃，將佢擺喺手掌中間壓住佢，然後用力，大家聽到清脆利落嘅聲音啊，佢嘅殼立即就碎開咗啦。咁大家原來開核桃咁容易噶，咁咧大家平時咧都食多啲核桃啦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